realize I'm gonna act more so. I just wanna do all m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nce 陈曦。今天很开心回到节目里面，然后玩了很多很 chill 的黏土游戏，也唱了我的新歌《你是到底》跟《Never Know》。那周六晚上7:30，记得准时收看《学生天团风月》，下次见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看光，怎么讲？有点像哦，是吗？是我想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谁？一，换我了吗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想把花水见鬼，我就想把它加个火。我以为是什么派大星呢？真的假的？两个字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游戏的动物不是动物吧？现实有的东西，现实有的东西。三个字，后裔是三个字，动物是不是动物？不是动物，不是动物。哎，我们现在走一个艺术的，艺术的部分。这个捏过黏土吧？有，但我没捏。可以吧？我们可以啦，没干嘛，来宾都这样子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然后一个捏的比一个还夸张。上次有个人说，我不会，我不会弄出一个钢蛋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钢蛋哎、欸。然后下一个，你说他用好很多零件，然后把它组装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他，可以、啊，然后没有看我们节目。第二个，然后做龙哎、欸，讲干做龙，他前面是钢蛋，后面做的是龙啊，生龙饺子，然后龙会这样跑，对啊，就小当家那个啊，然后就是金龙这样子，对吧？好，他超屌的、欸，而且他在有。就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十秒，效限超强哇！好，有人要看你了。我们的标杆力很高哦，蛮高的、欸、其实很高啊，很高哎、欸，很烦。我们等一下就是接力的概念哦，接力、哦、OK 对，所以一个人捏一下，然后再给下一个人捏，最后再完成。那一个人就我们快一点好了，一个人差不多5到10秒。好，因为其实很长，题目很简单啦、啊。对啊，5到10秒其实可以做很多人，5秒好了。哇，这么短哦、啊？哎、欸，5到10秒其实5秒太难了吧？5秒很简单呢、啊。你要一个人5秒、5秒、5秒、30秒这样、啊，第一个人比较重要啊。对，要先有一个第一个样子，主要的那个图形要比较清楚。一个人5秒、5秒，后面来可以接啊。加起来总共15秒。太快了啦！太快了啦！5、4、3、2、1，等一下呗。哦。那、啊、你的五秒是怎样？35秒啊？捏完了是不是？好好，裁判开始，开始。1、2、3。3-1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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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要接下去哦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很难吗？五秒其实有点难呢。那你在自己修的？怎么我做的？对，五秒五秒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要5秒，5秒很久哎。这什么咒灵吗？不是，讲讲出来了。后面会有点。你把它捏掉了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？没有啊，我在帮你塑形。你要看一下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？我在。啊，变10秒了。是这样看。对，这样看。这什么？它是两层水。你还可以加，你可以加。先水一下。好，变10秒了。10、9、8、7，6。我讲不知道加什么。对，是哈。3、2、1，好。来不及了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哦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开灯开吧。让它好一点。搞什么东西啊？很像咒灵，那个挑战。对啊，很像咒灵。好，我放你前面了。好，你可以睁开了。你看，我来给。这什么啦？哎，没有东西。我第一个只有5秒。我第一个只有5秒。好，5秒又多等。好了，10秒了，好不好？10秒，好不好？10、9，乱加，乱加。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乱加。对啊，七，这个就看不出来。好，是，哎，其实蛮像的，其实蛮像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什么。哎，你加一个，好像有一回事。我根本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加完了，加完了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晨曦。哎，你加的好像蛮屌的，哎。所以我们有加对吗？你其实加的还蛮好的，哎，你加的也不错，哎。我加也不错。嗯。所以你也不知道是什么？两个字，他不知道啊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哈，我以为是、欸、他加了红色的地方，我以为是什么神奇宝贝那那一只什么蛙哥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也这样，我也这样认为。两个字是一个动物，有被颜色误导。有这个哦，颜色是对的，颜色是对的。有这尾巴那就狐狸了。哎呦，对，哦，是吗？真假的啦，我觉得很强哎、欸，六尾，我们真的是很有默契哎、欸。哇塞！你看，哇塞，是不是？你还要做吗？我觉得其实不是题目简单，是我们三个默契很。对，我们三个默契不错哎、欸，直接做出一只红眼狐狸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哎、欸，他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而且他眼睛，我想说加个眼睛啊，开始拍卖，真红眼狐狸耶！我跟你讲，再看，按掉几秒，我开始，我已经开始。好，那五，来，那你开始，我先拿起来，好，你先拿起来，好，开始，好，来，5、4、
三，完了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二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一次到底，一，一次到底，一次到底 ，OK 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了，我正在讲，应该是蛮像的，应该，应该是蛮像，这太简单了吧？有哎，有感觉，简单，因为我猜得到，猜算了，没有，你猜到了，你猜到了，你绝对猜到了，来五四三，我计数呢，二一，我简单爆炸，哎，你会哎，这太简单，三七，这太简单了吧？讲直接，直接下油，你再加一个，我感觉不用懂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还是多加一点啊，我也不会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然后我抗拒还是什么？不会啦，这简单到炸裂了吗？绝对啊，绝对可以啊！哎，我们回你，我们改良好不好？还是改好，改好。这年头有搞头的，很像。两个字啊，两个字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！还有恐龙，会不会是眉飞色舞？对，是恐龙。恐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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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一只狼的。有没有？这题是放水，很简单哎。哇，很有效。你看。我们可以去出公仔哎、欸！哇，我这数码宝贝，恐龙，对不对？这样拍好像啊！哎、欸，好屌哦、喔，是不是？很有一回事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其实我们捏的很强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们，而且真的蛮快，我就这样这样。五秒而已。现在荧幕上面的观众在想，这是什么、啊？你们这样子也很开心。这样可以哦、喔。我们就是随便都很開心、我不知道，但反正我是蛮开心的，蛮像的，很好玩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来来来，再一题，再一题啊，再一题啊，四三。二一，好，我手机，好，你露出一个哈字，很多东西啊，对啊，我再会一直想张开眼，不会是，好来五四三二一，有吗？有，好，对，我可以张开了，可以，那我可以吗？这很多东西耶，很多东西，来不及做完，来不及做完，好来，好了，等一下，完秒，完秒。那个东西是有特定颜色吗？没有，哦、没有，没有，像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。哦，那很好猜啊。哦，颜色选对了。哦，是三二。好，我觉得会误导哎。会吗？会吗？会吗？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刚才有，刚才有。好，那我可以看懂吗？可以的。好，你看，像哦哦，这是以刚刚的逻辑，可以镜头看一下。以刚刚的逻辑，它应该是一只霹雳酷乐猫。讲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卡通，霹雳布袋猫。霹雳布袋猫是什么鬼啦？他刚说霹雳布袋猫，怎么可能？然后不知道答案，三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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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三个字。我刚想到是两个字，我也是，三个字，哎，三个字，我以为是两个字，哎，我以为熊猫，三个字，不是天竺鼠，哎呦，有可能哦，不是天竺鼠，橘色，是熊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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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配色不能看颜色，北极熊，北极熊。不能看颜色，不能看颜色。对，不能看顏色，不能看颜色，可能是别的颜色，可别种熊啊，别种熊。福潘达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福潘达是两在树上，对，在树上啊，我知道了，哦，知道了，胡猛无尾熊，无尾熊吗？无尾熊哪怎样啊？无尾熊那个要手啊，要四只手啊，来不及做啊，我帮你做，但是对啊，无尾熊怎么有尾？无尾熊有尾巴啊。有啦，无尾熊还有尾巴哦，无尾熊有尾巴。无尾熊它只是名字叫无尾，它叫无尾熊，可是它有尾巴。就像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。对啊。哦。月亮饼里面也没有月亮。对啊。合理合理。方块酥里面也没有。但结果无尾熊有尾，快嘛！无尾熊有尾啊。哦。无尾熊有尾巴。是。对不对？很可爱哎。这感觉像大木博士一开始问你说你要选哪一个属性的。有哎。有这样哎。还有小火龙跟喵啊种子，还有水箭龟。哎，很早。你先吗？我还没第一个，是。那去猜，我猜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轮好 ，OK， 那你自己来啊。做我们三个猜喽。来，你做我们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好，换谁？换我，换你啊！换这里。要睡了是不是？啊，睡了，睡喽。这什么？你居然露出一个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要学那个。那个？加眼睛。对。你加眼睛。很不错哎。加眼睛。好，来下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你啊，不是我。完全没有，那我感觉好像不用加，有点像哦。是吗？是我想的那个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哎，那就不可能吧？我们再开始，干什么？那卡好关吗？五、四、没有，三、二、一，换我了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把水箭龟，我就想把它加个火。我以为是什么派大星呢？哦，其实我知道是什么了啦。你知道了？你知道是什么？知道了啦。真的假的？两个字嘛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他在那个游戏。啊，对啊，舞台游戏，猜得到吗？猜得到吗？三个字，来了。是卡通吗？不是，动物，不是动物吧？现实有的东西，现实有的东西。哎，三个字，后羿，只三个字，动物，不是动物，不是动物，不是动物，派大星，海星，海星算动物，海星算动物，不算。你加眼睛那个吧？对啊，他会不会原本没有眼睛那个了吧？有可能。
他没有眼睛那种大，对不对？黑色是晨曦做的，这个晨曦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绿色了？啊，对，绿色被用掉了。没有，刚刚桌上拿出来就是黑色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。哦，那我知道是什么。我知道了。我不知道哎。还有知道？还有一点刺嘛，对不对？仙人掌啊，仙人掌啊。因为你加那个。那其实我帮他加刺哎。对啊。对啊。你是帮他加火吧？仙人掌嘛，仙人掌，仙人掌。哦，哎，这个仙人掌也蛮屌的，蛮屌，因为你家眼睛跟嘴巴。你们那人家怎么加图？你怎么游戏加图？哎，很可爱耶，好看。你做，我们三个猜。好，你一个人做，我们猜。好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这样要做多久？20分钟。随便你。太久了。做到明天。十秒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十秒，你敢的。9、8。6，我先开始，马上。6，1，6，这有点。啊，你这次两首新歌懂吗？我这次两首新歌是一次到底跟 Never Know。Never Know。啊，刚刚唱的那首是 Never Know。啊，接下来你要唱的那首是一次到底。那你现在可以一次到底了。然后那个 BL 剧的是哪一首？ BL 剧的是一次到底。一次到底。对。OK。两次就好。这两首歌在平台上都有，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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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来，我们再看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简单的吧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啊？因为也是没有颜色可以用。哎，没有颜色可以用了。颜色？对啊，没有。是 Elsa 的好朋友吗？没有吧？你说那个？但是两个字吧？两个字吧？对对对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！企鹅，企鹅，对，企鹅，哦，很像。颜色可以啊。很好猜哎，因为它是用黑色跟白色才是真正的企鹅。这个颜色也可以，也有蓝色的企鹅，卡通都做蓝色企鹅。对，这一次是隐藏版的，好不好？再猜一个。还是我们来看题目里面最难的。好啊。哦，你们直接挑一个最难的。对啊，题目在哪里？好了，有一个黄色啊，给他一点，给他一点颜色。只有一个色，给你们用雕的，你那个吧。对对对，用雕的，我们在雕塑。这简单的，我们真的要出一系列了哦。真的，真的可以系列。你看，看，看，这个是一个盲盒啊，有那个盲盒公司要找我们，我们自己创业了。盲盒公司，对吧？玩具公司，然后我们做丑玩具系列。可是越丑大家越喜欢哎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帅哎。还是要出扭蛋？哎，我想知道，扭蛋也可以。扭蛋，现在扭蛋超贵，不贵啊，一颗扭蛋250，每次你蛋250，超贵了，对啊，就日本扭啊，那材质发扭蛋会变一颗，因为你要咬，每个人都是一颗，超专业，卖那个扭蛋价的话，其实蛮赚，蛮缺的，对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来做一下，反正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来做一下，啊，我觉得我们这颜色把它拆成那个，白金怪，你要怎么说？他不会拆，还是瓦那种瓦斯？哎，不像，耿鬼，耿鬼，对对对，耿鬼，那打开不管是什么都叫那个白金怪，哎，合理，白金怪是一切，对，白金怪它可以是所有，我觉得加的还不错，你看它中间旁边一颗一颗，当然必须吧，不然嘞，这个哦，它拆不出来不行哎。哎，你猜不出来不行哎！真的假的？我们画的时间在雕塑，没有在倒数，因为时间还够。看好了，阿美啊，等一下，快好了。我们这个精致版的这个，这一点精致版，干嘛？那我觉得其他不是精致版，做你这个精致。对，这个不容易的哦。对啊，果然是要时间限制，大家才会好好表现。才能激发潜能。好了，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糟心，糟心。啊，我家有点跑掉哎。哎，这什么呢？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嗯。两个字这种东西。对啊。这什么啦？两个字哎，给镜头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你拿着给镜头看。这样子的，感觉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啊。可是观众知道答案啊。双单蛋瓦斯。单蛋瓦斯哦，因为他现在只有一个。单蛋瓦斯啊。不是。瓦斯蛋。哦。瓦斯蛋。那这到底什么？哦。招财。不倒翁。哎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倒翁。倒翁。还倒不倒？不倒。不倒。倒。这到底是什么啦？猫哦，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卡通人物哦。对，而且卡通角色，所有年龄都知道。两个字，对，他知道的话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猫类的，它很会旋转、跳跃。一零哪里？一零，蔡依林。旋转，他很喜欢小女孩。他喜欢小女孩，红衣小女孩。他喜欢小女孩旋转，他把小女孩带走，还留下一只鞋子。对对，明显的啦。什么？对对对，先杜瑞拉。然后他会拿，他会撑伞啊，雨伞。对啊，他会撑伞。他撑伞。很喜欢等公车。鬼片哦，鬼片，鬼片，鬼片，惊悚片。龙猫。哇啊，对啦，怎么这么会猜？跟提示一样。OK 吧，搞定，搞定了啦。对，好的，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来唱什么？一次到底。好嘞，试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炫神曦。接下来带来的歌是《一次到底》，它是在 BL 剧《奇迹》里面的插曲，大家可以听看，一下。万华月间传奇声响，关键在每个人都想抢镜头。
哎哎，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 All in the ball in 道理有道理，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一次到底有道理，有道理都最有道理，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照理来说应该风里最风情，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一次到底终于是风里的魔力，命悬一线线，一阵阵沸腾，太疼了太疼了，也只是曾经 still burning with my homies，看见了风，听了风，在这里。Can't hold back， 不隔绝 back， 此刻没得限速在放松姿态。OKKK， I'm a real tonight， 给你一个 deadline， 爱情带路告诉你这叫做爱，想到你的是我 everything's alright， 带完你的酒都也能轻松在。Whoa。Yeah, I look around， 到谁写上一旁，谁到谁写在写上，谁都该尝尝失败的滋味。Hey, living my new game， living my new game， living my new game， living my new game。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 ，All in the ball， 到底有道理？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一次到底，道理道理都最有道理。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照理来说应该风里最风情，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一次到底终于在风里的魔力。哎哎，控制危险域，注入危险去道理，听人走心也听道理，听非力听暴力听暴力听不畏惧，举数十举十复十叙事出事，在读任何出事的故事里，复制并无法天赋自己辜负自己，直到黑暗我们无视。 Living my new gam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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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ang gang gang， 可以将你从道理吗？到底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，我最有道理。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，风里的风景。可以教你在道理吗？到底，终于是风里的魔力。好的，今天是真的是很chill，很放松，哎，对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很 peace， 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步调，对，直接介绍那个团体，有刚刚那个六人团体，刚刚那个六人星子文，那他们是男子团体还是女子团体？啊，那个没有分，现在都啊没有分，性别有善，性别没有分，没有就都可以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领域。帮他们取一个名字啊！好，你取啊，你取。我刚刚想到一个，什么？好嘞 ，NCT 俊，有聪明呢，有聪明，成本比较低。好啦，还是要讲一下你的新歌的部分啊。好，我的新歌那个 Never Know， 还有一次到底，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都已经发行了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可以去听听看，谢谢。两首，以前的歌也可以来听一下啦。对，以前的歌好比说。Try My Soul， 或者是全州呼吸，还有 Stay With Me， 受不了，然后还有那个 IG 要追起来， IG 要追起来，因为找到 IG 什么都可以找到了，没错，其实什么都找得到。对，他是晨曦，对，他是晨曦，他也是晨曦，晨曦我今天坐在晨曦跟晨曦的中间，对 ，OK 的，不要搜寻错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那 IG 可以追起来，然后新生代的创作歌手。好，了对，自己的歌自己写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一定要把它追踪起来。好，让我们再次感谢陈晨曦，耶！好的，那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记得收看《学生电话风音乐》。